想你。你好，远方枫叶，你好，很久不开直播了。很久不开直播了，这两天抽个空开一会儿。办法天天播了，时间太紧张了。今年又浪费一年啊。
王德全你好，马朱生你好，古学明你好。对，远行思雨你好，太忙了，今年白忙活一年。你好，浪人情，你好。嘴都要打磨的圆润，这个人要求有点高。
有一个抛光盘是吧？有的。那你们看看我现在的小场地，我现在在这，在我楼下外面开了个店，然后呢，一天要楼下楼上跑，又要到家里面去做打孔啊这些，然后又要到这里来看着店，然后我的电动机快坏了。过来玩一下。你在做什么事？在直播吗？没有，只是他们聊一下天。我以前学过这个，但是我现在不会打。我现在已经忘光了。你现在会？你现在全部还给我的老师了。你现在主要玩什么乐器？我现在什么都不会玩。他来不来？哪个？带动了，来，带他上厕所去了。没事，我跟他们聊两句，我就关了。哎呀，又在这里就不是很好，经常开播。然后这时候哪些老朋友在远方枫叶让人情快乐，彩虹那个童装那个工画江，感谢你们来看我啊。这个今年开播时间应该会比较少。现在大体上满足老顾客都会有一定难度，比较紧张，基本上供应不过来，主要是因为生产效率有一点点下降了。订单也不多，但是人员减了，就两个人了。现在我们就两个人干活，以前还有两个人，
以前有四个人干活，现在是两个人干活。演员真笑哈、啊！你好，诗韵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演员真笑也没有真笑，好像。这个应该是可以抓进来坐嘛，进来坐。录视频啊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关了，关了，我是吹，哎，我不吹，那个，给他们吹一下牛，刚好，公话江产一二三，你们好，拿近一点吧，应该我们应该窄搬一点过来，有啊，嗯。如果有人的话，肯定不够。我今天就有定了，但我定的是杨哥。他们今天没来。也是有人要来。不是啊，指定自己没有来。坐对面这去哦。装修好了，天天关门干什么那个？嗯，他是不是跟我坐的？看到我好多人要我。不是不是。不是，别人是开业喊点朋友来做哈。
形状怎么样？上面这个小孩他家长开两个店、嗯、我去再给他十天时间再不来报名但是我今天又给找他了，他找我，他说他明天新店开张，这两天有点忙，等他忙顺了以后来我这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还想被漂一段时间，他那么小孩每天定时就来了嗯，为什么？白嫖我。然后他姐夫是不给钱？不管高了呀，哎，能不能教语数外啊？能。啊？语就是作业辅导。你是我。啊。你就是。语数外。我的名字不在语数外，你先让我教语数外。我教你。我给他讲，他说他小孩呢这个，每天要完成的作业，然后呢可以来学这个。我说要不然，他说他们又忙，然后呢，他小孩家妈妈又喜欢打小孩，他我就说要不然你就把小孩交给我们，我们每天负责把作业给他辅导完，然后再给他上音乐课。然后他说可以，但是可是可以就是现在不交钱。帮我讲我。这个还不简单，辅导小学的作业，我们又不给他加内容，就是他的家庭作业给他辅导完。但是他家庭作业我也不会做，你会不会做？我感觉应该不难。我感觉怕是难。现在的小学的作业，为什么？我感觉怕有点难。有些看了差不多。胡老师好不好学？胡老师算非常好学，开心名就名言批发哦，来那个发酒来，我换胡老师给你。你请我喝酒，我把葫芦丝送给你，然后还教你怎么样。我们来相互照顾生意，好不好？哎，金宝不在这里吗？然后欢迎就好。真话呀，真话。你说你在这边说的。大声说话。我说不行哈。昨天。什么？我们去酒吧喝吧。为什么？他，说是他说没气氛。没气氛，吉他弹起来噻。看样子这个不合规格嘛，这个会噻。没气氛，音响放起啊。音响放起，怕别人吵。哎，绝对。不吵。哎。放小声点就行了。有人在噻，对吧？在我们黑森林。这是很多的黑森林。老彩云了。哦，还要找这么有感觉的地方才行啊！等一下，不行了，我问这个。等一下可以。
黑森林，伊犁原油，不远十公里啊。不就是直接教学。哎，走吧。不是这附近，你们说嘛，老弟？要走吧，想法不对。要不里面来嘛，里面放音响就不影响了。啊？里面来放音响不影响？太近了嘛，太近了。三个葫芦丝就调完了。今天你发好多了？今天发了十多个。这个，用完干嘛？肯定难养。门关起的话，上面基本上都听不到声音。来吧，啥子设计的？再拿两个椅子进来。这。看着挺好玩的，这个学起来很简单。我把点唱的又高。好冷吗？好冷。今天不冷吗？你还穿了外套呢，还冷。我看穿个短袖是很冷。你是看见他感觉就冷起来。但是每一个秘密，我的杯子已经在排上两天了。还没有排落。哦，我说了个排落的了，都说啥子？你要打个电话问哈，但是你得等落呀。而且我们现在好像不说是吗？你还自己去做。三个在哪儿了嘛？真的。我感觉你应该是喊你去了。我的朋友们，我们明天有空，我和那个烟酒批发难题业余，那个独立团周小周人鱼水平你好，风化江湖之鱼。改天再播吧，改天再播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啊。